他在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不是特别的接触多，他是一个，我觉得和马化腾有点类似。其实他是一个小天才，他这个脑袋呀，就是一个天才的脑袋，他不断的可以产生很多奇思怪想。我觉得很多伟大的公司是一些奇才所创造出来的。对，啊，是吧？他挺低调的，他不大愿意出席在公共的场合。大家都觉得美团太著名了，但是王兴，你看很少，很少他自己出面的消息。但他带出来的团队其实是非常能战斗的。然后比如说发动的这个团购的这个百团大战，那他们的这个风格也是，跟这个可能跟他表现出来这种风格还不大一样的。那执行力绝对的高，他是就是奇才。